五号下午4点多，高雄降下滂沱大雨，前面一片雾茫茫，雨刷刷再快都不够用。陆竹市区大马路水淹超过半个轮胎高，似乎越淹越深，汽车停等红灯一不小心就可能抛锚。排气管进水，机车情况不太妙，这时广播响起气象资讯，警示的区域是呢，在地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，提醒路上汽机车要减速，因为这场大雨3个小时在陆竹跟永安区雨量降下破百毫米，瞬间强降雨突然袭击，是因为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外围环流的影响。不仅高雄，台南宝安工业区2小时大马路水淹小腿肚，大货车经过溅起层层波浪。仁德区中正路汽机车减速通行，外送员骑车摇摇晃晃，马路旁低洼处加油站水淹半个轮胎高，民众推着机车离开加油站变孤岛。今天的午后呢，可能出现像昨天那样比较大一点的雨势。6号午后，南台湾可能再出现类似瞬间强降雨，尤其低洼处容易淹水路段和地区，提醒民众要多加留意。记者赖冠璋、王书宏，台南高雄岛。